主任，主任，兰达。不好意思，我睡着了。没关系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多睡点吧。让你看到我睡着的样子，好难为情哦。你知道你睡着的样子有多美，有多吸引人吗？让你等那么久，应该累了吧？来，我带你回家。都找不到，手嘞，手，总算抓到了。但你的手怎么这么粗啊？啊？不对啊，不应该这样啊。主任，主任。周云叔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一直站在这里啊，你喊手，我就手就过来了。拍谁了？我在平常时啊，我做错档呀，我卡错档了。我以后再过来保养哈。那以后你要保养的时候，我再送两条护手霜给你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人真好嘞。